我是柳丁哥哥。小朋友，下雨的时候不要紧张，只要把雨伞打开，就可以变成可爱的花朵喽。现在赶快站起来，跟我们跳这首《彩色雨伞花》。大雨之下，淋得湿哒哒，哗啦啦，哗啦啦，只想赶快回家，快想想办法，躲到屋檐下。滴滴答，滴滴答，大雨最爱说话。红绿灯眨呀眨，马路上黑人呀，小车车来开对，亲亲爸爸妈。黄绿色小娃娃，我多么羡慕他，大街上开满了彩色雨伞花。红绿灯眨呀眨，马路上黑人呀，小车车来开对，亲亲爸爸妈。黄绿色小娃娃，我多么羡慕他，大街上开满了彩色雨伞花。我在等爸爸，我好想妈妈，嘻嘻他嘻嘻他，笑哈哈笑水花。我看到爸爸牵着我妈妈，绿的花红的花，手牵手快回家。拥有猜猜王，快来拿宝藏，耶、yeah, 一起玩猜谜，开始咯。你们今天带的花圈看起来好漂亮哦。真的耶，小朋友，那你们觉得是花圈漂亮还是大力阿比漂亮啊？大力阿比。哇，小朋友你们真有眼光。好害羞哦，谢谢你们哦。跟你们说哦，悠悠花园今年呢、啊、开了好多好香的花哦，所以我们才做了这么美丽的花圈呢。哎，大力，等猜谜完，我们也带小朋友一起去悠悠花园看花，好不好？当然没问题。船长，我们开始猜谜吧，请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哦，香香的，意思是说啊，它闻起来香香的。哇，阿比最喜欢它的香味了。哇，不止花香香的，今天的提示啊也香香的哦。那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哪一些东西闻起来是香香的呢？白花，花还有嘞，花还有什么？香水，香水，香皂还有嘞，还有吗？还有什么是香香的？太阳花。哇、哦，小朋友，你们有好多答案呢、哦。不过我最喜欢的蛋糕、饼干、巧克力还有牛肉面，闻起来都是香香的。哎呦，大力。今天要猜的东西不能吃哦。哦，香香的又不能吃，小朋友赶快动动脑，想一想哦。香香的东西真的好多好多，答案不知道是哪一个。对耶，没关系，我们来听听第二个提示，再决定好喽。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水啊、这个东西一遇到水就会变得滑溜溜的，而且还会有很多泡泡哦。这些泡泡还可以把手洗得干干净净，清洁溜溜。没错，它硬硬的，会越洗越小。每天用这个香香的东西常常洗手的话，就比较不会生病哦。哦，每天都用到，我们好像有答案哦。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你有答案了吗？我有啊！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，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，猜不到，猜不到，永远猜不到。
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答案是什么？香皂。我们的答案就是香皂。是香皂吗？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香香的，遇到水会滑滑，又有很多泡泡的生活用品就是香皂。哦，他们答对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猜对了。帮警察拍手。常洗手，保健康。包包，宝物是他们的啦。怎么又失败了？真是叫人伤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运还是不来临。这次输得惨兮兮。哎呦！海盗们。是的，船长。接受失败的惩罚吧。还可以泡花瓣澡，变漂亮啊！嗯，好香，好玩，好漂亮！
开心，摇摇摆摆开过来。没到过都市的大恐龙，最讨厌别人说他们怂，学打电动玩泡泡龙。没到过都市的大恐龙，花衬衫配上蓝白拖，碰到坏人就变李小龙，哇哒真英勇。Hello Hello Hello 恐龙大法师，好多好多好多恐龙一起来，欢迎光临欢迎光临，真是开心，摇摇摆摆开过来。Hello Hello Hello 恐龙大法师，好多好多好多恐龙一起来，欢迎光临欢迎光临，真是开心，